们现在来到了成都市群众艺术馆，那当我们的选手要面临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就是评委手中的玫瑰花，但是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哦。我感觉你在咱们成都赛区至少得具有前三名的实力，这花可以给你，要没有那不行。李宇春的战略方针是面向大众，但得到的掌声不少，玫瑰不多。那边正在热火朝天的才艺展示，可这边我是一个非常男孩子气的女生，在生活中我的性格非常的内向，在舞台上会很热情。进入十强赛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同时也让很多朋友认识了我，认识了我的声音。我觉得用音乐来交朋友是很快乐的事情。征服了，来，宇春到下面来。好，我以为你要搬着那个架子下来，一上来就掀起来了。好，来，评委老师，我很佩服他，因为其实我们曾经试过，就是在舞台上拿着话筒架表演是非常难的，很难玩得很自然，而且很有型。可他不错啊，他做到了。而且我曾经被批评在舞台上的这种主持啊、表演啊缺乏阳刚气，我今天找到了一个学习的对象。哇，下来好好交流一下。何老师，你今天都现身说法，开始说个头的问题，现在说阳刚气的问题啊，因为他们就是我根本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说在演艺圈泡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老江湖，真的在他们面前我觉得很平等，有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对对对，确实他表演很帅气。谢谢何炅，谢谢圣子。我好喜欢听你说话我就是喜欢他在舞台上面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帅，然后很干脆，对，不啰嗦，他可以掌控一切。对，因为我们经看的朋友们，我们其实
也不一定要看很多的画面或怎么样，但是他是主要是唱他的歌，然后带很简单的动作，但是那些动作都很脆，很干净，所以我们看到觉得他自己对就很爽，然后他也不是在镜子里面，我感觉到他在家里不是在镜子里面看他自己，但是看他动作怎么做得好，他不一定是天天一定不会化妆的那种的，或者是要穿裙子，但是我就喜欢这样子才好呢，这样子就是对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很大方，让大家很喜欢这样子。对，好，再给点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三位评审。当然呢，我们也要大家仔细看清楚了，他是我们的三号李宇春。如果你喜欢他支持的话呢，赶快发这个短信呢来支持他一票，投上他一票，好吗？三号，谢谢你，谢谢，谢谢宇春，谢谢宇春。